南瞻部洲，我们透过福尔摩沙台台湾，我们在台东，透过我们所有的团队，由华严慈悲法华念佛寺所有的常住法师，我们今天进入到真正的所有的三寸天堂，就在我们的自身了。我们了解到华夏文明的智慧，我们透过华夏心经、太上清净经、华夏文明老根、道祖曰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，大道无期，运行日月，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，无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福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，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而生万物，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一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天之。常能潜其意而心之静，诚其心而神之清，自然六欲不生三毒三业。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成，欲未潜也。能潜之者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眼观其物，物无其物三者即物，唯见于空，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，即无所及。欲气能生，欲寂不生，即是真性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进入真道，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无知者，可传善道。老祖上士不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得，下德执得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的。众生随意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。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。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长城苦海。永失真道，真常之道。悟者之德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三皇五帝，盘古开天辟地，新天新地新文明，新人类新 DNA， 人类回归白净常极光。甚深甚深妙法，广恨大愿不处，深见如来极光，缘持性空极净。华夏文明的心经，就如同我们所有的人类一颗真正来去自如之心了。也感恩佛菩萨让我们效法，不管是心经，不管是华夏文明心经，代表的都是人类的一颗心，三寸天堂，步步精心，如理深渊，如理而冰，祝福大众归白净。